三万七哈。那这里是以农业为主哈，因为他们的主食是马铃薯，所以这边哈是主要是那个种植马铃薯。城市更明显。Thank you.
色。你要换你会看的，树干。对啊，我刚才都没有看。修道院外围啊，是被四层楼高的那个灰色的那个石墙围住嘛，哈，然后有整齐的窗户哈，感觉上哦，这个一致性很漂亮哈，且感觉像一个城堡哈。那大门是拱形的哈，好像，然后上面还有张开，如果贵宾们有照相啊，您可以看到哦，旁边两侧还有那个张开双手的圣像和天使哈，好像是迎接这些朝圣的啊，对，还有贵宾哈，然后。
后入门口的时候，刚才大家如果注意看，它有写 stop， 两边有 stop 的图示哈。那画细肩带的不行进去，无袖的上衣不行，短裙不行，短裤不行哈。他们对在夏天的时候对这个哈比较有要求哈。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冬天哦，所以佩玲没有特别跟大家讲哈。那这个有红白相间的这个拱廊啊哈，它是40楼高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他们不跟我们去哦。我不晓得。